野狗利用他们敏锐的嗅觉和听觉来探索兔子的踪迹，一旦发现兔子，他们会迅速展开挖掘，并将兔子掏出洞穴捕获兔子后，伴随着兔子的惨叫声，野狗们开始进行分食。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强大的撕扯能力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整只兔子分解，然后叼着自己的战利品各自朝不同的方向离去。